总算是躲过去了，没事了吧？还没结束呢。三、二、一。 娘娘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是不是还有其他人？我听声音轻声尖气的，像女孩子哦。没有娘娘，没有娘娘，逗你玩呢。侬个小气筒，装什么不好，装神弄鬼，你快给我回来。哎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